车进二。把定。把定。我船吧接到任务之后吧，一般来说都是一直在待命，就是一旦海冰情况比较严重，危害到这个船舶航行和这个农渔业生产的情况下，我们船就随时出发进行海冰监测任务，基本上这个过程嘛，大概需要1200海里，10天左右。刚刚我们测量这个风速，这个每秒33米。